然后你每一个拿起来，拿起来回头我就可以把文字给放上去。嗯，一个一个的拿在手里的就行了。我现在拿。嗯。对。嗯，这个取个镜头的东西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等一下可以再来，给笔记本充的时候再来做这个动作就可以。这个都是上面。嗯，对，那这个没有这样的话，可能比较。嗯，可以。嗯，对。这个没关系，这个都可以，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嗯。然后现在它是开主机是吧？然后看一下这个。按着按钮，嗯，好，然后把其他东西都收起来。把这个移到这边，你那个视频是可以断掉吗？可以接起来的没有？可以，没关系嘛，我就到时候我去切就是了。你把你的手机给我。10块钱的，我可以打12块钱的，我加多了，是真的。